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， 儿女给，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史莱姆农场二，我们又再度回来了，各位，我们上一集呢，成功去了这个下面这个区域哦，然后呢，很猛的是呢，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子做个传送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点？这个点传到这边啊，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哦。然后呢，我相信哦，不久的将来哦，应该会有更多地方可以用这种方式传送哦。像我现在稍微目测一下，好像只有这三个点比较像个传送哎、欸。我本来是想说，哇，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地区可以传送？应该这里吧？这看起来好像可以传送的样子呢。啊，传哪里不知道啊？搞不好是这边哦。啊，到时候再看老头猜的准不准？因为你不觉得都很像一个开口吗？哎呀，这个地方传过去，这个地方传过去，这个地方传下来，这个地方传下来。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然后感觉这样子好像就没了欸。其实老实说啊，地图好像并没有很大欸。欸，我当初说我地图超大了，就没想到才只有这个样子啊。但是也说不准了，因为毕竟现在在抢先体验哦。抢先体验的这个部分呢，基本上是不可能是完整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到时候啊，全部都玩完之后，我们就坐等更新。啊，来看一下它最后变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讲那么多，我们现在呢看一下啊，老头收集一下材料哦，已经可以用这个了吧？有丝滑细沙，老头已经收集完毕了哦。然后只差钱，等一下我们来升级一下这个额外储槽，好，这样子我们应该就会有第五个快捷键了啊，我们的这个包包空间呢又可以新增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看一下水槽，哎，水滴结晶我没有弄，哎，水槽应该是没什么差吧？我记得一代这个水槽是拿来攻击那个什么狂暴史莱姆，那是狂暴还是邪恶啊？我总觉得我好像一直都讲错，哎，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郊游怪啦，不是狂暴史莱姆，是郊游怪。这个郊游怪呢，是可以直接用那个水枪哦，把它打爆的。那它应该是没啥用途，就先不要学了吧。最主要是这个先学起来，然后可以的话啊，我应该也会想要先把这两个学起来啊。这个是蜂蜜结晶，这待会应该就有了。然后金币的部分嘛，所以我们大概要1800，两个1800，再加这个1500，3000多块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很多钱啊，赶快把它弄一弄。弄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网面再出发这样子啊。我看一下哈，哦，这边果实又长起来了。哎，我其实我正打算囤这个，想要囤30个在仓库里面，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个左上方呢，这边有一只蝙蝠胖胖史莱姆嘛，用这个喂应该是很快啦。我是觉得用这个喂应该是很快啦。啊，先把它存起来，然后看看哈。啊，库拉蝶结晶，我觉得我先卖一波好了。浣熊结晶也来卖一波好了。现在感觉好像用不太到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？这个卖一卖好了。这个哦，这个已经慢出来了。我需要这些钱啊！我已经不管物价了，完全不想管了。这个卖个两轮好了，卖个两轮应该钱就够了吧？先来卖哦，这可以卖45块，趁现在打铁趁热赚一波，这可以卖49，哇，好爽啊！不过这个蝙蝠12块钱，这个是个13块加减赚啊，再卖一轮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好，3009了，3009是吧？拿去可以吃。好，这个我不要，我这个没有打算卖，我这个要全部放在那个金链炉里面。然后我看看哈，这个再卖一波，这个再卖一波，这个蜂蜜结晶全部丢进去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做啊？先来做这个吧，就是您了。哦，后面还需要更多哎，奇异钻石，我之前捡到一颗，这个我们还可以再额外差储槽二，哇哦，
有点想做，可是这个材料需要一点时间，之后再说吧，现在没办法，先来生这个吧。我这个只能选一种，因为我们这个不够了，原油也不够了，先选这个好了啦。我觉得血量还好呢，不太容易死掉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需要一直冲刺啊，需要做一些冲刺我们才有办法。我们这个真的差一个，笑死了。然后看一下哈，这个可以再做吗？啊，这个差一个，我打算这个再做一个，一个放那个什么，放那个安康鱼那边，然后另外一个放那个什么蝴蝶史莱姆那边哦，放两边啊，比较好收集资源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外面撸一下，看一下好了啦，怎么那么多啦，一直打来烦死人了。好啦，你要跟我分享什么？好，没有什么三小录用，我送了你一件礼物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希望你喜欢哦。我不要这个啦，我要有功能性的装饰品，我不要啊，这是怕我无聊，所以才一堆电话打过来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就没有了，管了，我赶快再去拿那个啊，那个凝胶，我记得这外头很好找啊。我怎么走错边了？是不是？我真的走错边了。那还要回去生吗？还是我们晚点再回去好了？我现在啊，对，我还是得回去啊。我没有带我要带的结晶啊，我都忘记跟你们讲。我等一下还要去带那个什么喵喵猎猫哦，猎猫结晶哦，我要带那个结晶去解锁那些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打算去收集一下那个奇异，不是奇异，收集月那个什么花蜜啦。我还要收集花蜜，我想要把那个蝴蝶史莱姆胖胖那个给弄爆啊，有一点想啊。哇塞，这怎么感觉很恐怖？他们好像在里面准备要 K 笑了这样子。哇塞，不受控制呢。加速好不好？给你们吐快一点，不然等一下真的不受控制，我就完蛋了。然后我现在要来拿一下那个猎猫史莱姆的结晶，这是浣熊。我们的猎猫死去哪里了？我们猎猫是前面这一个啊，都长得有点像啊，会误会啊。这个啦，不知道要几个才够啊？十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十个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收集一下，收集。等一下啊，我突然想到这样先后顺序哦，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先去收集花蜜，还是先去开门？先去开门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去开个门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看看哦，我们先往后走一下，后面这边有一扇门哦。啊，这一扇门的话呢，需要解锁。只要有看到这个有没有？我们就是要找地方去给它做一个解锁啊。我们直接翻墙跨过去好了，对吧？最快的方式就是翻墙跨过去吧。然后我看到这边其实有一座岛，等一下要不要先过去看一下？啊，可以先过去看看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？感觉是飞得过去的那一种啦。好，我们翻过来了。奇怪，这翻过来怎么跟我想的翻过来不太一样？这里是不是啊？找到了，找老半天。好啦，我们这样子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开了之后，以后过来就方便很多啊，就非常的方便啦。然后最前面其实有一个山洞哦，我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，待会再过去吧。我现在比较想要去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用飞的应该是稳啦，妥妥的，有没有？看一下前面有什么。我们来了。这个材料很重要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还有吗？没有，都是鸡。还有贝壳，这边有个材料。哇哇，
去了，少一个。我还以为这里会有什么东西耶，结果这里虾米都没。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哦，这边也有一个呢。等一下，这是蜂蜜史莱姆啦。所以说不止一种哦，还有蜂蜜史莱姆的那个结晶，是不是？寻找那些未被打开的门，未被打开的门，这边也有一个。这个是需要什么？这个好像是普通史莱姆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有了吧？这个，喂，开门喽！这里是到哪里啊？哇哦，神奇的室内，这边通往哪里？我要不要跳下去啊？先不要下去好了，里面还有地方没有看呢、欸。欸，看到一颗宝藏球，当盘错根，奇怪的东西，奇异钻石。我们有奇异钻石了，我们插槽又可以再生一个了，实在是太棒了！就是这个地方，好，有开门，这里又到哪里？快乐下水道，宝藏球开一下，储存元件在制造中使用，升级储存。哇，这个是升级用材料啦，好爽哦、喔！哎呀，啊这个是去哪里的、啊？这个应该要到对面才办法开。哎、又一个奇异钻石，哇，奇异钻石也太好获得了吧！只要潜藏在这个洞穴里面八九不离十，就会有奇异钻石。这边有个宝藏球，钻。紫色传送站，好，紫色传送站，这样算是钻吗？这边吗？位置是从这边来的，没错，这里啦。啊，不过搞笑啦，这个是要怎么解？这边有一扇门，但是我找不到那个钥匙孔，那一张嘴我找不到啊。啊，那张嘴你藏在哪里？我看到一颗宝藏球了，爬越高越容易看得到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没办法解就算了吧，捡宝藏球要紧。耶、yeah ！史莱姆诱饵蔬菜可以用来吸引爱吃蔬菜的史莱姆，并不会带来危害。干嘛用的、啊？不知道。完全不知道干嘛用的啊！再看一次，还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哎呦，太危险了吧！这里一整群全部都是。哎呦，妖熊妖熊，太可怕啦！被追杀啦！啊，被追杀啦！我好怕哦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有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个都看得到，吃不到呢。太多隐藏的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边好多、喔，怎么回事？而且我发现这边有个胖胖史莱姆，这里居然有吃破盒或是蔬菜是吧？我现在没有大量蔬菜，我只有满满的材料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直接在这边放一个结晶好了？就这么决定了，在这里放好了。安装有了，把结晶丢进去啊，把材料丢进去，不是结晶，奇异钻石有了呢，什么不错吧？哎、欸，怎么会需要这个嘞？真的麻烦嘞，东缺西缺，一下这个一下那个。好，我需要一颗这个。OK， 拿完之后就可以去开门了，非常好，应该是这个没有错吧？
啊，应该是这一个吧。材料丢一丢。OK， 飞起来。哎、欸，怎么停在这里啊？哎呀，西吧。算了，我先去开前面那个好了。呸！什么？居然不是吗？啊、哦，好险！我以为不是哎、欸，吓死我了。哇哦，看一下这里是哪？怎么突然觉得这里这么的眼熟啊？原来是这里呀、啊！原来是这里呀、啊！啊，这边就直接这样子穿过去啊、哦！哇，这个路实在是有点太乱了，好难辨别哦，每一个都长得很像哎、欸，每个都像极了，这样我要怎么辨别嘞？哎，为了爆吗？啊，希望你不要像那个谁一样、啊，浣熊史莱姆啊！哦，真的是浣熊史莱姆哎、欸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还要吃。哇呀！好，真的是超会吃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薄荷。哎、欸，这是哪里啊？哎、欸，看到这个哦，超级多呢。哎呀，里面又是什么了？哦呦，长这样子、啊，这里。这么这里这么酷啊！哇哦，有什么秘密吗？这边有没有奇异结晶？这掉到水里会不会死啊？好像不会、欸，鸡都没事了，应该是不会有事啊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不及了。我刚刚有听到声音，但来不及了，速度太快，太残酷了，根本来不及反应啊！那个速度，这样太过分了吧？啊，上来看一下，宝藏球，支柱没有用，这里嘞，哇哦，这边有一个超高喷泉。是要给它喷上去，是这直接到对面了吧？这直接到对面了。那我看一下、喔，前面算了，感觉没什么用处哎、欸。哇哦！然后这边有一条路，好，这个路又是开哪的不知道，啊，等到之后查证，啊，之后检查就知道了。好啦，这边开完了，没什么东西啊，开宝藏用的啦，真的是。好啦，哦，即便是你最爱吃的，你也不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呢？请问一下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啊，我光搞你这个东西，我就没有办法搞我的花蜜了，你知道吗？真麻烦。反正现在早上嘛，还没到晚上嘛，我们可以慢慢来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就到处乱逛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我捡能量芯片，还不错呢，又可以再往上升了，可以哦，又可以升上去了。现在晚上了，有没有找我们的花蜜了啦？我打算要集满30个啊。我就不相信集满这30个你不会爆。好，家里好像有6个的样子，这个集满30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。
接着这个树，这棵哎，不是这棵树，要看粉红色的树。对，这种粉红色的树都会掉啊，但哪时候掉你不知道啊。啊，希望不要被吃掉。被吃掉就麻烦了。哦，这边其实也会有。没办法，自己种真的是很麻烦啊。这边一颗，固定一颗。这边到哦，这边有个宝藏球，然后上面有那个果实，有没有？等它掉下来啊。冲刺靴组件哦，提升冲刺不错。这个现摘四个了啊，有一些都不用等它掉下来了，有一些直接看到在上面就把它吸下来了啊，这样比较快啊。这是哪？哇，这边果实超级多。很多很多。我就不相信这样子喂不爆齁，这个喂不爆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啦。我不相信啊。现在身上这么多水果绝对是喂爆的、啊。哦，又一颗，这个好快啊，这个快速收集啊、哦，啊，绕着这棵大树旋转呢，啊，可以看他们结的果实，哈哈哈哈，太好笑了吧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七颗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。有了啦，终于啊！别挡路，别挡路，这里到哪里？这个是什么的？这是什么结晶啊？荧光史莱姆？不对，这个是那个什么蝶的？哇，那个我没有带来，要两颗，居然要两颗，一人一边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搞错了吗？不是蝴蝶啊，不然你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搞那么辛苦，结果你不是荧光史莱姆。可是这个翅膀，这个翅膀怎么感觉就跟那个啊，原来是荧光史莱姆啊！我勒个去嘞！先回去弄个晚上先啊，我们要怎么出去？这是一个重点。难不成跳下去啊？还真的嘞！宝藏球，太晒了吧！储存内槽，我们又多了一个了，太棒了！这个不要，我们要这个。哇，现在怎么办？出口嘞？该不会挂吧？哦，还好没事。决定是这里回去了。决定是这里，不管。我就是要回家。当然是先升这个啊，材料充足就先升这个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哎呀，终于升满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啦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哈哈哈哈，但是什么弹簧板驯兽铃啊，然后呢，西变的诱饵好像没什么用，这个可以再做一个吧？啊，我本来是要做，后来我忘记了，材料被我花光光。好啦，真地不够了，那没办法了，之后再慢慢收集吧，先这个样子。啊，有。可以拿40个了，可以一次吸40个了，很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又电话打来了，谁？嗯，他给我什么东西？靠，别按太快。没给东西都闭嘴。等一下再去看。
哦，又给一个回程用的，那我应该可以先做哦，先做带在身上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然后这边好像也没新增什么，多了一个回程的。哦，那另外一个可能是给道具啊，就是给装饰品没什么用，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用。哎、欸，我比较想要这个东西啊。耶、yeah, ，好的，我们再度出发啊，再度出发，然后呢，睡到晚上再出发好了。然后荧光史莱姆嘛，荧光结晶记得要带着啊，我们睡到晚上，晚上出发，这样子总算可以通过了吧？终于啊，来吧，里面有什么？该不会通出去而已吧？果然。真的只是给你方便而已啊！哎，这个真只是给你方便而已啊！啊，我通了这些路到底意义何在呢？不要问我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就真的只是通左通右啊！我在哪里？哎，我怎么看不见我了？我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，通左通右这样子啊啊！这么的辛苦啊哈！结果就只有这样啊哈！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我们先来去喂看看哦、喔。啊，要是没有爆的话呢，我们再等花蜜生出来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决定了。25颗不知道够不够喂啊？不够的话，我们就在等花蜜出现吧。啊，这个喂爆不知道有什么，搞不好是传送门也说不定吧。哎、欸，如果是传送门的话，也太瞎了吧！我收集这么久，你居然给我看传送门，这样对吗？喂起来，25个够不够嘞？冲啊！哎、欸，十几个就够了、喔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爆炸了、欸！原来下面有东西。哎、欸，十几个就够了、欸。然后我还是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抽那么多啊，抽那么多累死人啊！哦。地底世界好酷哦，这里啊，那是什么？白白的什么东西？哇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么大一掌？这是什么？绳子？缺口已经小了很多了，让我们充满了希望。记得第一次发现它时，我径直走进迷宫，开始探索没有尽头的灰色大厅，甚至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但这一次可没那么容易，无论做什么，我都要破釜沉舟。事到如今，我不能再让一切发生。什么事情啊？这个吗？没啥东西啊，一样的东西啊。赶快的物件啊！啊，这个绳子是怎样？要给我用的绳子是吗？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跳下来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啊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宝藏图，看一下。心内，哎呦，直接一个传送器耶、欸！能够侵入海彩虹岛古老传送器，传送单程，可以传过来哦。就拆解成以前一代的那个来回传送被拆解成这个样子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就这样子啊，没了吗？没有了吗？啊，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好吧，离开这里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开门了啦！啊，从这边出去。哇！居然从这里出去、欸，死给，死给！这跳，哦，有了呢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跑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在这边，哦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传回去了啊，没东西了啊，我也不需要再收集花蜜了啊，啊，花蜜弄那么辛苦，哈哈哈哈。啊，全部丢进去，来了吧，开坐啦！
哎呀，啊我已经有了啊，这个这怎么用？哎，这个还要真的自己放哦？那这就要放外面了啊？谁会想要放地下啊？就放外面就好了啊。我看一下放哪里啊？这个地方放这里好了，感觉这里不错。耶、yeah! ！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传过去，对不对？单程啊，我们回来就要想办法自己走回来。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怎么传到这边来？啊，对了，没有错，没事儿。啊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盖一个回程啊，对不对？要回来直接回家踩这个，然后回去过来说踩这个啊，这样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啊！我回去了，我又回来了，什么很爽，还不错哎、欸，形成了一个循环，棒棒的。好啦，大概就先这个样子啦，弄了超久的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呢可以的话，记得按下你的喜欢啊，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好不好？这对我头的时候非常大的帮助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史莱姆农场二再见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